这个是我的私房钱，都给我了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呀！哎呦我去！你回头想想，到今天这局面，你得总结，那是不是也是自己太一意孤行了？是不是自己作的呀？ 我那叫作吗？啊！我难道我就这一辈子啊，我就躲在我妈背后边，我就想闯出自己的一番天地，我就不行吗？行了，该交学费的交啊，还好你们家交得起啊。行吧，该难受难受难受。 我知道，很多人都觉得我理蛮只爱钱，其实连余光都这么觉得。但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，我是爱余光这个人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他。男人啊，生性好赌，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事业上，他们都喜欢孤注一掷的去搏一把。如果你连这搏一把的机会都不给他， 他以后会埋怨你的。那他万一赌输了呢？那我跟钟钟到时候怎么办啊？那还有他妈呢，他妈有家底儿，不会不管他，也不会不管钟钟的吧？万一他要是赌赢了呢？那他 肯定会特别感激你的。你回来干什么呀？你不是走了吗？你不是说你自己能行吗？ 怎么搞成这样？你少着你自己的钱过去了。这个是我们夫妻的共同财产。这个是我的私房钱。 但是我有个条件，从今天起呢，公司有一半是我的。你是不是傻呀？现在你在这家公司里头，你一分钱赚不到，你会再背上一身债。 我就是要跟你一起背债，咱们夫妻一场，我看不得你现在这样。我是你媳妇儿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不管你遇到多大事儿，我都陪着你一起扛。我就不信这事儿咱扛不过去，咱从头来。 咱把公司给搞起来，你可别忘了，在对付要债的这块儿，我最有本事了。来，拿去。你个傻丫头啊！有我呢。